第十三题，在外太空飞行的小行星途中受到某行星的影响，导致飞行路线稍微偏离。有关于其飞行路线偏离的原因，可用下列何种定律来说明？那么，我们的飞行路线偏移了，就表示我们的运动状态改变了。运动状态改变就表示有受力。那么，我们的行星有什么样的力量给这个小行星呢？那么，显然就是所谓的万有引力。所以，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有关其飞行路线偏移的原因，可用下列何种定律来说明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万有引力定律。